各位道凡分管的读者朋友，大家好，我是齐立峰老师。那呃，如果各位朋友呢有参加过我们去年跟前年的这个线上讲座哈、哦，就是你在那个呃，FB 在那个脸书观看，其实应该就看得到。就是说我在前年讲题目是古典文学里面的英雄，就这种英雄人物啊，项羽啊这些，你你想象到的人嘛。 那去年呢，则是就是也还在疫情间嘛，所以我们的这个讲题就是这个古典文学里面的神兽啊、哦，我记得好像是用那个《哈利波特》那个电影的那个标题啊，就是“怪兽与他们的产地”这样子。那那个这这一次呢，我们虽然疫情已经结束了，那可能大家也已经在实体参加讲座，但是因为我这个也还。 不住在台北啊，所以呃要去分管也是、呃、这这路途比较远，那大家也还要跑来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是这个进行线上的讲座，然后我们有两次。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说哈、哦，这个穿越古代当古人，古典文学里面的这些角色跟他们的人生大概是这样。那你可能会想说这个。 我我当现代人就好，对不对？这个跟,跟我没关系。我当古人，我呃生活不方便，对不对？没有电，没有水，然后这个还要自己挑水，还要自己劈柴。然后这个我们现在用电脑，以前用这个更早以前写稿子，作家写作的时候就是写作。那在以前那种呃还没有印刷术的时候，就是用毛笔。 然后更早还要用这个鞋刻在竹简上，这样好像还是现代比较方便。但是我这个重点倒不是说当古人比较好，而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古代呢大概有哪些角色，然后呢要分享这些角色，就是说他们会面对到什么样的这种呃人生的考验啊、人生的难题呀、啊？那大家大家就会想说。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关系是说哈、哦，我们当然很多情境不一样，我们有现代科技，对不对？我们呃生活很快速，然后我们的知识很多元，资讯很多元啊。古人大概，尤其像汉代，他们讲那个经师，大家知道就是经那个学经学的这些经生啊，或者老师啊，经师啊，他们这个《汉书》是说哈、哦，这个。 幼童守一义，白首而后能言。那我們我们还有一个成语简化这句古文，叫“好手穷经”呐、啊。就是说，你从小朋友的时候，幼稚园你就开始读一义，一义就是以前六义嘛，六经。比如说我读尚书经，然后我就开始啊研读，对不,对不对？然后发现哦，到了大概五六十岁、七十岁，古人但活到七八十岁不多了。 六十岁，头发都白了，哎，我我我 OK 了，我出师了，我可以教人家这个尚书经的这样以前世界观比较单元，比较一元性，就是说我只要学一种经，我只要学一个知识，我只要会一个能力，那我大概就可以当老师，我就可以呃当这个经学博士，博士这个。 我们现在 P H D 博士为什么翻译成博士？他也是从汉代、从秦汉来的，就是这个经学博士，你就可以开开宗立派、开门授徒这样子。那当然，我觉得就是说，看起来好像现代人智这个这个、是什么？明智大开，智力比较高，然后呢，接受的讯息也很多，变化也很快。那但是我觉得，在很多时代的这种。 我们古文讲事变，就是时代变迁之中，呃世界快速的转动，然后分崩离析啊，资讯爆发的这样的时代，古代也面对过改朝换代啊，或者是说这个呃国家要亡了、啊，或者是说这种就是灾异不断啊，什么洪水猛兽、邪说横行啊。 到处每天在有人在造谣啊，在讲假新闻啊，对不对？那这种时候古人怎么做？他们会选择怎么阴影，然后他们会成为什么样身份跟阶级跟肩负任务的人？怎么面对这个事变的一个乱局？我觉得这是还是我们现代人可以学习的啦。所以，我因为我其实也常常在讲这个。 就是这种古文的有趣的故事啊，那其实就是大家常会问说，这跟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而尤其我研究六朝文学嘛，六朝大朝、魏晋南北朝一个大分裂、大崩坏的时代，那很多听众就会一开始就会这样问，我就会说，对，其实没关系。那 他他跟另外一个问题通常联动在一起，就是说古文有没有用？我学这些文言文，这有什么用？那我也我肯你要我直接讲，我会跟你说，对，可能没用，你可能是不是你定义的有用？那各位知道我们这几年哈，大家这个博客来啊什么，他最卖的书是哪两类？一类是这个。 呃，不不好意思，我我敲敲一下，OK。一类是这个养生类，就是啊，大家高龄化了嘛，然后这个我我还是要过得很好啊，我要体检都没有红字啊，对不对？然后另外一类是理财类，因为有钱呐、啊，我有有钱就什么，钱不是万能，没钱万万不能，对不对？那 所以严格来讲，我觉得你要有用的书，你要有用的知识。对这两类最有用。一个有钱，一个身体好嘛。身体好就花钱嘛。你身体不好，很多钱没用。那身体很好，但是没钱，对不对？实在是也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两个是最有用。但是我也常常请，就是听众朋友、读者朋友想想看，那你身体好有钱就够了嘛？那你身体好有钱要干嘛？ 就是你说爽啊，玩呐、啊，到处玩，吃喝玩乐啊，对不对？吃吃好料，哇，吃这个最最顶的这个米其林三星。然后玩就是环游世界啊，对不对？每每个每个月去一次欧洲，每个月去一次美国，然后每个月坐一次游轮这样子。OK，那我我不是说这样不好，但是你有,你有没有想说，哎，我去这个地方，我去这个地方，哎，这是文化古都，这是艺术之都。 他这个艺术是什么？艺术好在哪？啊，我吃这个食物啊，这个食物是从啊、呃、这个西元几世纪就有了、啊，对不对？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开始，就是哦，那那,那是那是什么？那什么时代跟我有什么关？拿来吃你米星几星，对不对？你多少钱我就要每每一餐都要可能一万块五千块，<laughs> 但你就是。 就是你说暴发户也好啦。但我觉得我也没有歧视暴发户，暴发富也没暴发户也没什么不好。但是呢，就是说我我财富很自由了，我这个人生很阔绰了，很富饶了。但是你的心灵很贫瘠啊，就说我我我也不知道吃什么，我也不知道在玩什么，我也不知道在享受什么。我我就是只是本能的吧，吃啊玩啊爽啊，那。 这个人的那种高层次的一种智能就没有表现出来。我吃，我当然要吃好的，但是我要吃它的历史啊，它的文化背景、啊。对我玩，我要知道说啊，这个是什么名胜，那它历史怎样，它跟中世纪有什么关系，它跟古代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了解古代，第一个就是说他们在面对变局的时候，它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啊。以前我们说以古为镜嘛，对不对？可以。 之心替啊，可以明德诗啊。那另外一点是说哈、哦，看到这些古代的文化、艺术、文学，那它可以复饶你的心灵，它是一种心灵的超越跟心灵的游览啊，应该是这样讲。我我当然可以，你说环游世界什么，那又又如何呢？对不对？我世界每个角落都去过，我是要主持行旅节目嘛。那 我我们讲古今中外，中外都去过，东西方都去过，那你有没有想说，诶，我到古代，我畅游古代，那我读古古,古代的书籍就可以？那你有没有想说，诶，我我人生就百年嘛，最长就这样，对不对？不可能超越。那我有没有可能到未来？你读古代，你就可以想象未来，因为古代的人就是在预设未来的时候留下这些文文明的著作、文化的遗迹。 这样子，这个是我觉得读古文的意义啦，也是我跟大家做一个这个开场是这样。那我们就闲话不多说了，我就啊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因为这个预设可能我们的道凡分管朋友都看过之前的这个线上的讲座，但是也可能有人没看过，而且我好像印象中我第一年参加的时候，我好像还不在师大服务啊。那我是齐立峰，我现在在这个。 台湾师范大学这个国文系这个任教哈、哦，那我这个获获得过一些文学奖，这个就不说。年轻时候当过文青了。那我这几年的著作是这个《读古文撞到乡民》，国文超经典。然后我也在这个《国语日报》写一些这个古文的专题哈、哦，像这个著作。那，诶，我这个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的话题，你可能没看过，也没听过，也很正常啦，因为。 第一个，它不是养生的书，什么教你脊椎体操，对不对？眼球运动，然后什么让你什么自己的膝盖自己固，让你走到一百二十岁，对，它不是这种很实用的。呵呵说真的，这个看那个书是教你一些保养啦，但是你还是要真的真的出问题还是要看医生嘛。如果买一些养生书就不用医生，那医院就可以关了。OK，所以。 它不是养生书，第二它理财书，对不对？当然你说把我这本书批去做那个，最近不是脸书很多那种理财投资的诈骗嘛，对不对？就是呃，这个我是齐立峰，我这个出了读古文庄乡明，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要把什么资产留下来，古人留下什么资产？那我成立了一个赖的那个什么炒股社群啊、呃，以上都是开玩笑，没有这种事啦。 我没有成立这个东西啊，那如果你跟真的看到，但是我相信应该也不会啦，因为我这个知名度没那么高。但你如果真的看到也，也铁定是诈骗因为我自己也是股市里的韭菜呀、啊。OK，那我要特别讲的是这个，我在今年呢出了一本这个打 game 闯关玩古文，这个其实是给比较大概国中国小高年级到国中生阅读，给青少年读的啦。所以你看它封面比较可爱嘛。 那基本上呢，它的设定就是说用游戏的思维，就是说各位同学，你们很大家很爱玩手游嘛，很爱玩 RPG，我我自己我自己也有在玩，像玩什么什么《原神》啊，什么《星穹铁道》啊，那大家可能会说，这个哎、欸，第一个进入游戏就是我们我们现在青少年讲，就是那种那个学生讲捏脸。 就捏，不是捏自己脸啊，就塑造人物。就是说我这个人，第一个我是男生女生，然后第二个我就是要选什么职业什么角色。你如果是那种中世纪冒险啊、暗黑破坏神那样，通常可以选野蛮人，然后骑士，然后那种巫医、德鲁伊，对不对？女刺客有这几种。那如果你是那种中中中中国式中式的以你看就是就是呃，这个也是。 骑兵嘛，步兵嘛，还是什么这个什么弓箭手啊，这样类似是这样。那呃，我在这个书呢，就是用这个逻辑，就是说古代带有哪些职业，文人嘛，贵族啊，然后这个游侠、啊，然后什么美人呐、啊，然后就这些呃史传里面有的这些人物、这些角色、英雄啊，这样子，然后让大家挑选。那 选了以后，他就会对应他介绍这几个人代表性人物的故事，然后他们还会用什么装备？像我们大家知道，呃，这个项羽他的马叫乌驹嘛，乌驹这个马应该黑色的嘛。然后像这个吕布他的马赤兔马，刺赤是红色嘛，对不对？但每个人有他的坐骑，然后吕布用方天画戟，对不对？然后那个刘备好像是用那个雌雄双股剑。 双剑的，每个人都对应他的兵器。关云长用青龙偃月刀这样，然后去这样子介绍。那这个刀带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呃，所以这个书也有，欸、不是要自己打书呵呵，变成在打书。各位如果有去道凡分馆或者是其他仕途的分馆啊，你有看到也可以借来借阅一下，对，倒不一定要去买。这样，当然你想说，因为有时候。 你想要给小朋友看，对不对？然后你还要用借的，然后他可能看比较慢，一个月就还了，这样子也是有点，就是意犹未尽啊。所以你就买一本也是 OK，打 game 闯关玩古文这样子。那的这个逻辑是说，登入这个古人的世界，对不对？然后去玩出古文的一个那个新的新的价值来，这样子。好，那这个我们就。 话不多说啦，我们就大概来讲一下我们穿越古代当古人这个题目。第一个，我什么是古代？哎，大家可能想，古代就是古代啊，就是，哎，其实其实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如果各位你如果是长辈父母的话，对不对？你问问看，就是学生啊，或者是那个你你们家的小朋友，就说，哎，这个爸妈出生的时候啊，在一九九零年一九一一九。 一九八零年，八零年代、九零年代，大概是什么时候？他们就说：“哦，超久，好久以前哦，古代。”对，现在现在对，因为年轻人才就是那个嘛，十几二十岁，他们的世界本来就是说：“哎，我学长，哎，超老哎，我高一，他高三，他超级老，对我大我学姐大四，哎，老妹，他们都说啊、哎，已经是老人了，这样子。那古代本来就是你。” 只要三四十年，你可能觉得，哎，我就我小时候是啊，对人家来说是古代，但是我们在古典文学研究或历史学研究，我们是有一个比较严谨的分歧，我们大概分分上古时代、中古时代跟近代。那上古时代一般是认为大概在汉代之前。 称为上古时代，包有的人、有的学者认为包括汉代，有的不认同啊。那这个还有一个界，限，基本上就是大概西元两千年，西元应该说西元零年啊，就西元零年到西元前可能一千五百年、两千年，由文明开始，三代，然后这个春秋战国，然后秦汉，大概是这样。那中古时代呢，一般认为大概是西元，就西元零年之后。 就是到到到三世纪、四世纪，对应中国来说啦，以我们中国文学研究，就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一直到唐代，在西元十世纪、零世纪到十世纪，对，这一千年，来称为中古时期。那当然，呃，有的时候欧洲讲中世纪，他们会就是就是等于说黑暗时代啦，就是还没有他们所谓黑暗时代是还没有思想启蒙，还没有文艺复兴这个时代。 那当然他们会更往后退，就是可能到十二、十三世纪这样。那以中国来说，我们的定义近代大概就是宋代，尤其这个北宋的都城叫汴京嘛。就是我看一些城市研究学者，他们认为汴京城哦是第一个开始有庶民社会、庶民文化的一个兴起。那庶民社会就是大家想象那种《清明上河图》里面啊，勾栏瓦舍啊，就很多人在那边。 就是看看那个逛逛表演啊，逛夜市啊，看看那个市井的文化。那所以历史学者认为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从北宋都城开始，其实就进入了近代、啊、那当然我们现在讲说现代或者是当代，那个可能就是要到二十世纪以后啊，近现代到当代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那基本上，我们大概所谓的古代，我这我这边所谓古代，大概是上古到中古啦，这样子。因为到了各位知道，到了那个 civil society 庶民社会兴起之后，职业就更复杂了嘛，就不是什么呃世人庶民，大家不就没办法这样分？就我这边讲，君贵族世人庶民君王，对，就就没有不像以前那么单纯。 看有一些经商的啊，做做买卖的啊，表演街头艺人呐、啊，说书人呐、啊，就是他的职业就开始分化，就比较难以归类这样子，这个是分歧。然后再来就是我讲的世庶，我们古文常说世庶，就世人或庶民，那这个是蛮明确的，就是说他是哪个阶级。以其实我们要了解古代，我觉得这个阶级是。 也是蛮重要，因为我们其实往往在读这些古文什么，我们不会特别想，就说，诶，他是写给谁看？他是不是要教育？比如说性别也是，他是不是要教育妇女？比如说女则那，那你给我看那种后宫《甄嬛传》，动不动嫔妃只要犯错，太后就会说，诶，你去给我罚抄女则，对不对？就是妇女要怎么样啊？三从四德啊，这样这种特别的书，可能给女性看的，给庶民看的，做一些。 普普普遍教育的这个书很少啦，大部分著作你现在看到的、流传的，然后你知道名字的，什么《昭明文选》啊、《文心雕龙》啊、《世说新语》，大概都是给世人看的，所以他比较你大概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世人其实占的百分比也很少，所以世字人就少，然后等世人能够去看这些高级图书的就更少，可能。 在地或许有些乡绅呐，乡绅就是他不是士人，他介于庶民跟士人之间，他不是真的士人，他没有进入官宦阶级，他没有受过一个正统的贵族教育，但他大概基本上认字啊，可以帮你写一些那种地契呀、啊、什么。那一般农民可能根本连这个都没能力嘛。那到了士人，我们才读这些古文。所以我，我因为我也常常这个大家知道之前这个有大学要废这个大一国文。 所以其实学生也常问我意见，就说：“哎，老师你国文系对不对？你肯定不想废，你保守派对不对？叫废国文你就没工作。对”对我都会跟他们说：第一个，我们大学老师教书教学只占三分之一了，我们还有三分之一要服务，三分之一做研究，所以顶多就是少三分之一的薪水。那再来是说你。 不教大大学的国文，大一的国文，我们还有国文系的学生教嘛？那在也有研究所学生教嘛？我们还就是做做这种国学的研究嘛，社会的服务，所以跟工作全是没有直接关系啦。但是大家不想学，是觉得说脱节啦，我现在用不上，我也可以体会啦。那就是你你个人的想法啦。但我只能跟他他同学讲，就是说在古代是这样，这些文言文啊，这些传世的经典。 它本来就不是给你们一般人学的。如果你们理工科，你要去什么呃当工程师什么，你可能真的不一定也不一定学得到。在以前可能这个算是哎、呃、不是事嘛，对不对？农工商，对不对？你不能根本根本不能学这个。贵族之学它是限定给世人的，这样子。所以我诶，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也很妙，就是说你现在这个东西拜托大家来学，没有人学，那你现在跟大家说诶。 不哎、欸、不好意思啊哎、欸、先生哎、欸、同学哎、欸、小姐你不能学这个不是不给你教啦。你你那你有钱也不给上啦。这样子他可能会说哎、欸、你是不是歧视我我一定要学对不对我要学大一国文大二国文这样就会有这个问题这个也是很微妙 OK 所以了解这个之后呢就是我们在就可以进入到这些古代的这些角色是。 庶民啊、影视啊、美人啊，这样子。那我也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这个演讲呢，分成一二期，就是第一次是在十月，十月的时候会上线，然后第二期是在十一月，就分两个月上线。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就讲第一个部分，就纵横家、游侠跟圣人。我们介绍这三个角色，就说你如果穿越到古代，你会不会想当这三个人呢？对不对？第一个就是纵横家，纵横家其实是他应该算是文人的一类啦，因为我我锁定在古代嘛，所以大概就是在先秦、在两汉这种纵横家、言语侍从，或者我们讲的嘴炮仔，就是用嘴炮跟人家沟通，用嘴炮争胜。 这样的角色是呃，也算是一个特殊职业，是也不常见，但是他们就是通常会名见于经传，他们可以流传青史这样子。那这个当然也跟周代的这个封建制度有关，这个也可能稍微介绍一下。我这个这个因为历史的这有点历牵涉历史学的问题，我们就不细讲了。首先呢，大家知道周呃先秦呢，我们常常会讲到很多王。 对不对？就楚王啊，呃，齐王啊，齐桓公啊，楚庄王啊，这样子。那大家可能会想说，哦，他们就是君王。但是，呃，其实事实上，在历史上，呃，应该说在周代的体制上，他们不是真正的君王，他们只能说是国王。<laughs> 就是我这也是我们翻的啦，因为我们这个这个周代的贵贵族制度、封建制度是这样，最就是等于说。 周天子的嫡长子，对不对？就继承周天子。那他的其他兄弟呢，就会分封，分封到诸侯国。那这个诸侯呢，他就是一国之主啊，国王啊，齐桓公啊，楚庄王啊，大概都是这样子。那他们呢，也会分分封他们的嫡长子，就继承自己的这个王位，对不对？那其他的儿子，女生呢没法继承，那其他儿子就会降一级，变成大夫。大夫还是有封地。 大夫的封地，可能诶，可能跟那个美国这个有点像，就是邦联制，就是他基本上他自己管这边的这个周代几年制度嘛，对不对？就是诶，你的你们农民种的这个的地，有一些九九分之一都是归我了，对,对，分九田分成井井字格嘛，这样，那自己管自己的封地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再下一阶就是。 大夫有自己封地，在下一届大夫的儿子，最大的儿子，嫡长子。其实第次第嫡长子不一定是最大的儿子，这个也要跟他说明，因为他这个还有正妻，还有其他妾嘛。那正妻生的儿子，对不对？不一定是最大的、啊，可能妾先生了、啊、这样。那叫正，就是原配啦，这个正宫啦，正宫的就是嫡长子。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有的时候。 政坛骂人就是说、哎、什么你这个封建思维，你还在讲那个什么什么后宫干政啊，什么嫡长子啊，什么庶子啊，对不对？这个就是封建思维。结果我们现在比较是说两性要平权嘛，然后这个小孩你你也就不能重男轻女啊，不要说喜欢哥哥啊，不喜欢弟弟啊，这样大概大概是现代的思维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那重点就是这个是“四”。 大夫呢，嫡长子可以继，也可以继承他封地，但是他还有其他弟弟，就这样再降一级，降为士。那士就是贵族，他完全受贵族之血，但他没有封地。那没有封地，他会造成怎样？就是说，他还是要去找一个诸侯或大夫效忠，当他的幕僚，为他献策，然后可能游说他，就说：“诶、欸、呃，大王，或者是这个，呃，这个贵族，这个。” 孔子在《论语》里面，大家如果有看过什么季孙氏、孟孙氏那些都大夫，那鲁国之下的大夫这样，就说这个孟孙孟孙氏，我跟您禀报，你这样子不妥啊，你的这个成族太高啦、啊，对不对？那可能这个呃，我们这个齐王、鲁王认为你有反叛之心，对不对？孔子就曾经这样建议过。那所以这个氏呢，也就是我们周代所谓的落寞贵族啊，就是他。 也是贵族，他也都受过贵族之学，他这不是庶民，不是农民呐、啊，他也不用去耕田，但基本上他没有封地，所以他就没办法很安稳的在一个地区就是管理他的百姓，他等于没有政治实权，所以他变成要当人家的幕僚。那这个时候，这这些人就成为纵横家的主力，这样子大概是这样，所以纵横家的这个体制呢，就从这边来。啊、哦，这个这个我们还没讲游侠，只是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 我我刚刚不是讲这个打 game 闯关玩古文嘛？因为他是比较青少年读物嘛。那各位知道现在青少年的问题就是说，你跟他看一些长文，他也没办法看，因为他就是需要配着图来一起看这样子。所以这个呵呵呃也没办法，我们就是也是与时俱进嘛。因为你要推广古文，你对对？你不能说哎。 但我刚,刚讲也是一种啦，就是说，哦、啊，你要来古文是不是？嗯，我我我我我看一下你你那个什么户籍户籍誊本户户口名簿拿来我看一下，诶，你不是嫡长子啊，那我不能跟你讲古文，对不对？这个是贵族才能学，对不对？这是一种啦。那另外一种，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说啊，大家可以觉得比较有趣、轻松的学习这样，所以就配一些这个图这样。OK，那我们就。 进入来直接进入到我们这个纵横家这个角色的这个背景。好，那呃，先秦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讲春秋战国啦，大概是一个哦，所谓先秦就秦代以前，就春秋战国时期。那这个时期呢，大概就是一个我们以前课本都学过百家争鸣的时期。百家争鸣讲起来，就是说它这个字本身，你可能。 没不太能想象，但我这边有一个代换，就是 YouTube 时代。为什么叫 YouTube 时代？就是说，大家如果看我们现在的一些 YouTuber，就是呃那个算是直播主啊，然后这个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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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这个，等于说这个拍拍影片的这个呃影片的创作者这样子，他们大概每天面对的问题就是。 最重要就是流量，就是就是他们也要从这边获利吧。那 YouTube 的机制就是说，看人越多，看时间越长，你的流量就越高，那你的影片就变发烧影片。然后呢，这个你可以分润，然后当然你订阅数越来越增加之后，也会有厂商找你自入业配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说，这个 YouTube 时代是一个流量的时代，流量越高。 他、呃、看的就越多，看的越多，他影响力就越大嘛。即便你胡说八道，说真的，YouTube，哎、呃，我们这样讲也不是讲谁，不然呢，到时候被被 send 给那个 YouTube，就说哎、欸，某一个奇叉叉更不知道是谁，流量比你根本没没你高，流量完全跟你不能比的，说你都在胡说八道，对不对？就我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是说，呃，流量越高看的就越多，即便他是胡说八道，是在。 讲一些道听途说的内容，那大家还是很多人会信以为真，这个就是流量时代的可怕。那其实，但当然，我觉得也未必是可怕，就是有人可以在这个时代生存。那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就是一个这样的，也、呃、不是说就是啦，就是说它很像这个 YouTube 时代。那我当然不是凭空讲的，怎么说呢？各位可以看这一段例子。 我我先跟大家预告，因为我们是毕竟是怎么讲古文嘛，对不对？就是，哎、欸，不好意思，我我我我按到。毕竟我们是讲古穿越古代当古人，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投影片哦都是古文。那你可能看了会想睡，不过也没关系。就像那个老高与小莫这个频道，听说老高一开始是要。 哄小莫睡觉，跟他讲一些知识，慢慢睡着。其实听这个古文哦，效果应该比听老高还好。我自己听老高是还蛮激动的，听他他常有张破音嘛，啊，这这个外星人是怎么回事呢？对不对？就是你就想，哎，外星人真的有这样子，就是会引起你一个好奇心的、啊。那古文大概是。 比较不会有这个状况，而且我也没有在讲这种超现实的、哦，所以大家就是如果很想睡，你就先去眯一下，然后睡醒起来发现，哎、欸，上集播完了，你就接着再播下集，这样。OK，我就我们古文我就不翻译啊，因为我念古文，对大家听可能，如果你只用听的，可能未必听得懂，我就把它等于说用白话快速的简略翻一下。OK，他说秦国齐国有一个。 辩者纵就纵横家啦，叫做田巴，姓田名巴啦。然后在这个居丘稷下这边到处辩论。稷下呢，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这个地方，它在齐国哈、哦。当时它是一个地名啊，但当时有一个这个很重要的机构叫做稷下论坛或稷下学宫。 那它其实不是像什么卡提诺论坛那样论坛，它是一个就是说，呃，当时的这些纵横家，天下知名的这些纵横家，都会跑到这边去，呃，宣扬自己的学说啊，或者是说，这就是引起君主或者是大夫的注意嘛，就是、说，哎，我对世，我对这个世道啊，我对现在的政治局势有这个看法，对,对，比如说我们现在明年就要总统大选，对不对？我这个，哎呀，这个。 呃，谁谁民调多少？对我自己有一个观察，那大家说对不对？然后什么三这个三个人要选，四个人要选，然后会怎样？对他局局势正诡谲的。OK，那田八呢就跑到这个记下哈、哦，他轮轮到他讲，他就这个悔五帝、罪三王、知五伯。悔跟罪跟知都是批评骂，就是我们讲的干掉。 五帝大家知道，三王五帝是五伯，就是这个伯是霸，那个霸主那个霸称霸的霸，就说这个三王五帝、哦、啊，啊都是废物啊，都是乐色，都没有没有没有屁用啊。然后这春秋五霸，哦你以为他们很棒棒，这这这都是乐色、就是就是、畜生，对不对？ 他他他有他的理由啦，他这边比较简略，他他一定有他的一个诡辩术，因为我们很多现在在说纵横家也是诡辩家，就是讲一个似是而非的道理这样子。那这个他的结果是一日而服千人，一天之内就收到一千个学生，大家感觉哎、欸、也还好啊，这个什么艾丽莎莎啊，什么蔡阿嘎也是几百万人订阅，是一天增加一千人。 但是你要想说，古代这个，这而且这千人不是一般的庶民，古代人嘛就没那么多，然后再将这些庶这些庶人这些这些庶民，他他哎，我等各位等我一下，把把门关好，以免被外面的这个车马声给干扰。 那这个，呃，一千人都是这些士，都是这些受过贵族训练的人，所以这个人数算蛮高的。就是他孔子学生也就三千人嘛，哎，一天就增加千人，他可能三天就超越孔子的这个程度。然后这个鲁国当时有一个这个也是纵横家，年纪比较大，叫徐杰，他应该算是那种老网红了，就看不惯你们这些新网红，对不对？像是那种。 圣杰是那种前一代的网红，然后他的弟子叫鲁仲连，他鲁仲连就跟这个呃老师说啊，就说哎、欸、老师，这个田八在那边讲插话，对不对？我想跟他一战，我想跟他论辩呐，我想跟他辩论大会，使之不敢复谈，你觉得可以吗？那徐杰就去找田八，就说我有个弟子哈，十二岁，哎、欸，这个重点，鲁仲连。 鲁仲连是算是当时先秦第一辩士，但当时还没出道，还没出名。我这个弟子十二岁，才十二岁，小屁孩一个啦。但是他是千里马这样的人才，他想跟你辩论一下。你你讲这个哦，很很厉害啊，好像乍听蛮有道理啊。那你觉得 OK 吗？天巴就说 OK 啊，对不对？小十二岁小学生呢、欸，小学六年级耶、欸，对不对？你现在说，哎、欸，齐老师。 你讲这个古文我不太认同啊、哦，我我但是我我才六年级，我想跟你辩论一下，我就想说，哎呦，小弟弟先不要吧，对不对？回去找妈妈拿十块，对，就是可能会这样。当然，当然就觉得哎无所畏惧。然后你你看他们的这个辩论的这个内容，鲁仲连就说哈、哦，成闻堂上之粪不除，骄草不语白刃交钱不骤，不就流失哦，这个讲的对仗的话。 这个这个哎，你看到粪，你可能会想说米田共 <laughs> shit，但它这个粪是古文的粪是秽土的意思，就是弄脏脏的地方啊，它倒是不是指那个呃排泄物啦，这样不一不一定指排泄物。武状年说：“我听说这个堂上的脏东西不除，然后这个草呢，就是就是你等于说堂上的东堂堂上就已经那个堂上。” 都已经弄脏了，你还去外面除草，对不对？就是你轻重缓急不对，你应该家里先弄干净，你再去管花园嘛。白刃交钱不就流矢，刀子快要砍下来，那飞箭射过来，哪个比较严重？但是我快要被砍到比较严重。飞箭不一定会射中我嘛。他说这是这是什么原因？急者不救，缓者非吾是有轻重缓急。那我们现在哈、哦，国家有什么问题？就是。 楚军在南阳，赵赵赵是那个赵国，赵国要伐高唐这个地方。然后燕人有十万之众在聊城，燕国呢也对我们齐国这个哦，对我刚刚没对，我他这个稷下在齐，在齐国嘛，所以他这个虽然这个鲁仲连的老师徐杰是鲁国人，但是鲁仲连跟田霸他们辩论是在齐国，所以他们讲的国家是齐国，这样。 赵国要罚我们，楚国要罚我们，然后燕人还有十万的大军在战到我们的辽城，国王命在旦夕，你你先生这样奈何，对不对？诶，讲的很好，那请问面对这个社会局势，你要怎么做？天猫就说，哎，无奈何，我我讲讲古文而已啊，对不对？这大家跟跟我蛮像，就是哎，齐老师啊，你讲那么多穿越古古代当古人，那请问你？ 哦、我们现在要怎么对不对？跟习大大谈，跟美国这个谈台积电，然后跟我我就说，哎，不好意思，我我专长不是国际国际关系。鲁昭年就说啦、啊：为者不能安，亡者不能存，无贵为学士也。你国家救不了，你还你还你还在那边讲插话？现在哈、哦，我将罢南洋之师，还高堂之兵，却辽城之众。对我把这三个国家都平定这样子，那这就是。 纵横家，这是纵横家该做的事。那你你讲的话啊、哦，很像那种枭明小，就是猫头鹰啊，猫头鹰在叫，声音很吵，听了听了，每个人听了都很讨厌。请你不要再谈了，不要再当纵横家了。然后田八就说：“哎，好，听你的。”哎，你可能会觉得田八这边反应很奇怪，就是说鲁仲连讲他就信嘛？但是以前人是蛮重视诺言的，因为鲁仲连讲，你就可能会讲说：“哎，那个。” 笑死师你，你你不要讲了，我接下来哈，我一个人就是去跟中国谈，去跟美国谈，去跟这个韩国、日本谈，然后让他们都对台湾就是俯首称臣这样子，我就会说，呵呵你写韩民啊，你在做梦吗？对不，不可能的、啊，你做不到啦，对不对？谁谁来都做不到啦，亲德来、科屁来，可能都不行啊，这样子，那你,你那个。 以前人讲的就是会做，所以田八就觉得说，哎，对，那那我我做不到，你讲的对，好 OK。你既然讲了，表示你做得到。那他隔天就见徐杰，就说：“先生之居哈、哦，乃飞兔妖灵，这这两个都是名居啊。就说你这个马不是千里马，是那种上古神兽一样的马，跟千里马不能比啊。”然后他渡口一夜，终身不复谈。 我就改行了，不好意思啊，我不当纵横家了，不当 YouTube 了，频道关掉，脸书删掉，粉砖关掉，我不会再出来乱了，我远离公众事务了。这个在台湾要这样子不容易啊，大概只有之前被 Me t o 到那些性骚的，他们会去远离，但我像也是暂时啦，过过几一一几个月啊，一年半年，大概又跑出来乱了这样子。OK，那田八就真的消失嘛，各位应该都没听过田八。 我其实也没听过，在看到这一段之前，他的著作完全没有留下来，消失在历史洪流里面。所以，呃，我觉得这个就是百家争鸣的真相。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这个纵横家为什么每天那样嘴来嘴去，这样乱比喻，他们到底是唯恐天下不乱什么？他们就是一个生存危机。就我，我只要不这样讲下去。 我我我就我就消失在历史洪流嘛，就就没有我这个这一派的学说所以我有必要这样子努力的发声，这样子。OK，这个是呃啊等等我一下。OK，我我去把把水拿过来。好，呃，这个这个是这个呃，就是。 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背景，纵横家的背景。那鲁仲连怎么这个说哈？这个我我到我到后面也有这个大，大家可以大家可以先先先这个保留一下，因为他后来真的做到他说的那个。那那我到到下到接下来到第五个呃第五个纵横家的举例呢，就会提到他。那我们先来看几个纵横家的这个实例哈。 你是知道纵横家到底平常怎么维生，他们生活都在做什么，他们的日常是怎样？那纵横家当然就我刚讲的，他要奉见、奉见君王、奉见这些贵族大夫。那但是呢，通常会变成这个贵族啊、大夫啊、诸侯啊。 他就是嫡长子嘛，你说他是一个天选之人也好，幸运的，就是投胎的人也可以，投胎投得好也好，所以呢，他基本上你要跟他沟通，比如说老板、富二代、富四代这种人，你要跟他沟通是很困难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这个纵横家呢，也有各种方式去说服君王。 或者是说，这个，这我再强调一次，我这边说君王不是周天子啊，他可能通常诸侯王也包含一些大夫这样。那我这边第一个方式就是高级酸，高级酸也是一个乡民常常用的，就是酸文。我们其实所谓酸或者是呃偷臭，就是乡民用语，他用白话讲就是讽刺啦，反讽啊。那怎么反讽呢？这个第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就是这个。 幽梦的故事，幽梦是楚王的一个算是言语侍从，也是他的一个幕僚纵横家。那他其实也是一个演员啊，各位知道这个幽，我们现在用幽哈、哦，日文里面的男优或女优就是男演员跟女演员。所以这样古人你就会看到幽丹啊、幽梦啊，他们这这这不是他们信，他们梦跟丹才是信。那幽是他们的职业。你看，我想说，为什么会把职业？ 放在这个当成信的这个位，置，这也是古代取名的一个就是特殊的那种就是方式啊，就记录的方式。那这件事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这个楚王啊，很爱马，非常喜欢马。然后呢，他这个爱马里面，他很爱马之余呢，他有一批特别喜欢这种千里马，这样就爆竹啊，处事啊。然后这个楚王就下一个决定。 就说这个我要，他他不是一般的禽兽嘛，畜生嘛，他已经跟我超越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我已经跟他发展出一种特殊深厚的感情，所以我要用大夫之礼来葬这个马，这样子。那群臣底下都是大夫嘛，而、啊、甚至可能还有一些死人，就说：“哎，大王，你这个，比如说。” 现在总统说：“哎，我这个爱爱猫爱狗，爱猫死掉，但是他这个我他对我真的太重要，所以我要用给他这个退休金，给他追封这个这个部长还是什么，对不对？给他用部长的那个退休的那，那可能很多副部长啊、政务委员都还拿不到，就就是说说，哎，怎怎怎么会这样子这样搞，对不对？我我自己都没这个待遇，然后他去这个，然后大家就跑去劝谏嘛。” 然后楚王就很烦啊，就觉得怎样，我就是王了嘛，那我在要给我的爱马大副之礼厚葬他，会怎么样？会会会对你们有什么影响？又不是说你们你们也要去陪葬，<laughs> 所以这个他就说啦，你们敢有马剑，敢有以马剑的，罪自私，敢再跟我讲马要怎么葬的人，奉就劝谏我的，就全部进去跟他一起陪葬，<laughs> 送下去啊。 幽梦文字哈、哦，幽梦就是那个嘛，他的这个纵横家就来啦，入殿门，仰天大哭，然后这个王问，哎哎，怎么了？对不对？爱卿哭什么？幽梦就说，哎，马者王之所爱，你这个最最爱马的人，最最爱的一匹马，堂堂楚国之大，何求不得我？我楚国那么大，我怎么会以大夫之礼葬之？对不对？太太寒酸呐、啊。 我建议君王你人君之礼，这样子，对不对？他跟你都跟你已经超超越一般的情谊了，更也是另一个君王了。然后楚王就说：“哎、欸，那要怎么葬？”这幽梦就说：“啊，你要以铜雕玉为官文子为锅，然后什么士族去帮他挖这个墓穴，然后这个老弱呢去把土背出来，然后找这个齐国跟赵国的大夫诸侯啊。” 啊，然后这个全部来这个护卫他，送带他进到太庙，然后奉以万户之意。然后以后你子子孙孙都要祭拜他嘛，对，这个跟大王一样重要的人，然后这个这些天下诸侯文字就会知道大王你见人而贵嘛，你其实最最爱马，人跟马相比根本不是都人就是畜生嘛，马才是真正的可以跟人可以跟超越人的物种这样，然后楚王就。 哎，楚王这个也是还算听得懂高级酸呐、啊，对,对就是说，嗯，好、啊，对不对？哎，对不起，你这样讲，我是有点太超过了，对不对？我还是还是一般，就是像马该怎么涨就涨了，对,对，因为搞到那么夸张，天下听到也觉得好像不太好，对,不对，就把有有辱名声呐、啊，这样。这个是实际《史记》的《古籍列传》，《史记》《古籍列传》，你你，因为我们现在说古籍滑稽。 你可能觉是啊，很滑稽。但你这，你看这故事，它其实不太算是滑稽，它比较像是就是说，呃，用一种有趣的趣味的方式去奉献君王。那我们有句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对。通常看到这样子，也会想说，嗯，啊，既然人家都这样搞笑的，对我虽然想说也是奉献我，但是我我 OK 啦，我没关系啊，我原谅他啦。然后他讲的也有道理啊，就容易被说服。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说服人的方式，对不对？你要说服你就说，哎，大王，我我死谏，然后就说，好好吧，那你去死吧，对不对？那你这个就先逗乐他，就说，哎，大王，怎么怎么礼数那么少啊，对不对？你这个应该更更高高高高更好一点啊，对不对？像那个之前我们不是有个总统候选说，以后私立大学补助三万五一年，那我。 我你你你肯不不同意啊？觉得诶大学已经太多了、啊，对，像像我就会这样想。那我直接劝谏、啊，那可能也不不行啊，被出征啊。就说诶，你是不是歧视私立学校？你是不是制制造那个社会阶级，对不对？歧视底层？那我就会说，诶，这个诶，我建议哈，补助一年三十五万呐、啊，然后给他们租这个什么大安区的什么豪宅啊，什么什么。 对不对？那这个人家就想，哎呀，你这高级酸，对不对？但是就觉得说啊、哎，也蛮好笑的，可能就算了。另外一个劝谏君王的方式，这个引发好奇啊、哦。这个晋国君就是不是诸侯，他是大夫，所以叫君呢、哦。那他想要在削这个地方逐层那你可能想说，削啊，他的封地在削了，那你可能想他在削地就是自己封地组成，就逐层啊。会怎样嘛？反正大家都是他的封地，但是呢？ 这跟我们前面讲孔子那个例子有关，就是说大夫的层次多高都是有规定的，你逐层超过本来的规模，那你就有问题哦。就是这呃，个齐王这晋国君是齐国人，齐这是齐国的大夫，那齐王呢？齐齐王就会觉得你有问题，你要谋反还是要怎样？对不对？给你城该多高就多高，也不是不能防守，因为你。 以前先秦难免有一些山贼啊，什么山贼可能会来打嘛，对不对？所以你防御一下是可以，但是你筑那么高，你是要干嘛？你是要来来来来把我的封地也抢走，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这些门客底下纵横家都跑去觐见觐见他啊。进过去也是一样，鲁小小嘛，就说这个无为客通啊，不不准不准来了，不准呃不准再让纵横家进来。 然后齐国就有个人来，也也是一个纵横家，就说：“臣请三言而已，过三言臣请烹。三言就是这个言是字，我们说五言诗嘛，就五个字。我只跟这个大夫宁哈、哦、讲三个字，操，只要我多说一个字，你就把我烹了。烹是古代一个刑法，就是哎，这也是很恐怖、啊。讲起来是把你在一个很大的那个鼎或那个大锅里面慢慢煮熟，这样温水煮青蛙。” 反正就是死刑啊，你就判我死刑啊。那晋国君就，你说为什么别人都不见见他？通常你就会想说，哎，好奇嘛。你要觐见我，人家都说啊，大王万万不可，大王不可，就已经四个字，你都还没讲理由，对不对？那我倒想听看你三个字，你要怎么劝谏？这就有一个好奇心。然后这个众人家呢，就趋近、靠近、富耳，在这个。 进国君的耳朵旁边就讲了三个字，对，就是“叉叉鸟”，不是啦，开玩笑，这个是骂脏话，才是三个字，三字经。他就跟他说：“海大鱼。”然后一讲完马上就走，对不对？进国君就说：“哎、欸、哎、欸，什么什么海大鱼？在说什么？为意，真的真意大利哦，维大利哦，你回来回来啦，讲清楚啊！这这个时刻也很那个、啊，很很很。很” 刚巧啊，就说“比臣不敢以死为戏，这讲三个字啊，对不对？就再多跟你讲一个字，我就被捧了。然后这个晋国君就说：“吴王就是吴啦，就是他这个有点像台语叫 o y 就是没关系，来讲清楚。”然后这个这纵横家就说了、啊：“你就说大大夫啊，你有没有看到水底的这个大鱼？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的蝼蚁得一。” 那种大鲸鱼，网子都捕不到，钩子鱼钩钓不起来。但是他一看离开水，搁浅在岸上，蚂蚁就会把它分死光。那现在齐国就是你的大海，那你呢？现在能在削这个地方，你就是你你你你就是在这个大鱼一样在海里，所以你过得那么滋润嘛。那你现在把削成盖了，然后你把那个期望得罪了，那你就是鲸鱼离开大海。 那你是不是马上就玩完？玩完了，马上就要聚聚了。然后这个晋国君想一想，哎，对，有道理。那乃错成学就哦，学地不要组成了、啊，就是我们就低调的，就是讨好齐王就好啦。不然不在海里，我鱼在大威，我也我也活不下去。这样，这个就是《战国策》的故事，对不对？所以就是你看这纵横家也真的有趣，到处这个讲插话，讲比喻。 那还有一个这个这个深度反串，我觉得蛮有趣。这个是楚襄王跟宋玉的故事。各位如果听过宋玉、潘安，他们是中国两大美男子那宋玉呢，常常被他的同僚重伤。还有一篇赋叫《登徒子好色赋》，也是在讲这个。那有一次，这个楚襄王就受不了了，就说：“你实在这个黑你的人太多了，对不对？黑玉产业链怎么会那么多人在黑你？你可不可以？” 就是先生是不是有疑醒？疑醒就是说做不对事的，就是那种道德瑕疵的。何以市民市民众庶？各位看到这个市民众庶，四种人就是四庶，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世人跟庶民都对你那么不满意。蒋钦都是啊，宋玉啊，不要再讲了，这个人有问题的人啊。然后宋玉就说：对，哎，为然有之。哎，报告大王，真的有。通常。 大王这样问你，对不对？长官这样问你，通常是说报告，报告主任，报告部长。嗯，没有啊，这不不可能啊！我这个行事很宽大，这个事无不可对人说，光明磊落，对,对，绝对查无不法。通常政治人物也都这样讲嘛，就是非可以这样颠倒吗？怎么可以怎么可能？我这么好人，对不对？宋玉照相反，就说：哎，谢谢，对你们讲的。 都是都是就是就是我啦，我就是错的太大了，请大王宽恕我的罪，然后死得必其只让我把话说清楚。让我,我来说一下我的罪在哪里，为什么大家都要批评我？然后宋玉就开始啊，这个就说大王，这上次我们有一个这个会唱歌的、啊，跑来我们的首都楚国的都城叫郢，郢都。然后呢，他一开始唱下里巴人，下里巴人是什么？ 是那种宿命的曲，就是那种你知道每个人都会唱的，就是比如说这种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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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黑桃 A》对不对？还是《孤勇者》？A A A，你是我的宝贝，想你的滋味，隐隐作祟。这种人人会唱的歌，然后国中呢可以跟他唱《数千层》这种抖音神神曲哦，几千人都会唱。 小小的花园里，挖呀挖啊挖，对不对？随随便随便都可以唱，幼稚园就会唱了。再来呢，他唱阳斐路《阳阿肥路》，《阳阿肥路》这个比较难一点，比较雅正一点的歌，国中会唱，但数百人而已。再来他唱阳《阳春白雪》，哎，《阳春白雪》这个成语我们现在常常用，就是指雅乐、高雅的音乐。国中可以和着只有数十人，然后他在引商科语杂以流正，就他在去变调的唱《阳春白雪》。 大概像我们这样海豚音这样哦，这样唱的那么高，国中可以唱的只剩几个人，所以结论是什么？曲迷高而和贺迷寡。我们现在有个成语叫曲高和寡嘛，就这样来。那很多人以为说哦曲高就是说音很高，唱不上去，不是，他这高是说越来越雅正，越来越难唱，越来越哦交响乐啊，然后这种这种咏叹调啊，对没有人会唱了。 那所以宋玉在讲什么？就说，我我我 label 太高，我人格超越现在的人的价值观、道德观，所以他们对我不能接受，因为他们只喜欢看低的、很 low 的。那我太高了，我太顶了，对他们来说，我是异异类，我是另类的人。OK，那这个这个是不是深度反串？就是说，诶、欸。 说你有没有罪？就说，呃，我有罪。报告大王，我有罪。我的罪就是我，我，我太帅，我太有才华，我太强，我能力太好，所以他们重伤我。其实也是意思就是说自己没错 OK，那这个，所以这个做成梗图是这样的：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也、欸、也是也是很微妙，很有趣。OK。 那还还有一种说服君王的这个，我们现在有时候也常用，就行销恐惧，恐惧行销啊，就是跟跟你说这个，等于说正面跟你讲，你就觉得哎呦还好,好，没什么了不起啊；跟你反面就哦，哎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想哎什么什么什么，那就要赶快解决。这样，他说这个楚太子有疾哈，吴克王问这楚太子身体有点不舒服。 吴克就去探视他，就去有点也是要说服他了。吴克也是纵横家，就说：“听说哈、哦、太子御体不安，是不是呢？”太子就说：“哎，对，谨谢客。对啦，但谢谢谢你关心啦。还好啦，然后这个吴克接着说、哦：“哈，现在太天下安宁，世与和平，太太子又方富于年，你还还是正值壮年哈、哦，那。” 译者久当安乐，日夜无极，邪气逆行，终若竭下。你是不是因为这个？这个这这比较长，这个七发是负啊。我就简单翻译一下，就说你是不是你状况是不是说天下太平应该没什么烦恼啊？但你是不是就是每天都这样子觉得唏嘘凡尘啊，心神不宁啊，然后卧不得眠啊，就是睡的也白天就是恍恍惚惚，晚上也睡不着，然后呃听也听不太清楚，幻听，然后又很怕听到人的声音这样子，然后百病闲生这样。 太子就说：“对，谨谢客啦，就是谢谢请关心啦、啊。赖君之力，时是有之。就是说我天下太平，是我父亲嘛，他是楚太子，楚王，楚王做得很好，但是没有你讲那么夸张。然后这个客就继续、呃、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恐吓他。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我也是简单讲一下。你现在就说这个客，就说你现在是贵族，所以你贵族呢，你每天都过得过太爽，你饮食呢都温润干脆。” 浓层肥厚，我们现在不太会吃肥肉了，但是古代会觉得说，哎，人人吃肉就是贵族了，那最好的肉就肥肉给太子吃，所以你每每天这个热量摄取过多了，这个好坏的胆固醇已经吃太多了，然后衣服呢杂沓慢缓，寒药热暑，就你也不是照正常衣服在穿，因为你可能就是穿一些那种，哎，还没有没有没有很冷就先穿很厚嘛，然后就是。 就是不照不照事实的运行这样，那虽有金石之间，呃，犹将消消铄而解停也更。更如果就算你是金石之躯，你也会被消解掉，更何况你是这种筋骨啊，对不对？然后那你每天是不是就是什么呃这个出入都坐轿子啊？那这个是让你肌肉萎缩嘛？然后你是不是坐在洞房清空呃，这个这个也跟他古文科普一下。 我们现在送入洞房是指说新房夫妻的洞房，那古文的洞房呢，它是指说比较就是呃最最内室房间呐、啊，就是可能呃最通风的、啊，就循环最好的、啊、这样，你就住最爽的，所以你这个是寒寒热之美，你没办法随适时的气候变化嘛，就每天待冷气房。 每天出入坐轿子，然后身体都萎缩，然后每天是都是这种峨眉皓齿，对不对？服侍你纵欲过度，然后每天吃这些肥肉啊、什么好料啊、腹肠之药，所以你现在这个肤色弥漫，四肢萎水，筋骨极浅，血脉银银浊。他他这个他是怎么看的？他是有给他抽血吗？还是照 X 光吗？他这里有点夸张了，这样子。OK，那他说你现在基本上就是。 扁鹊治内，巫贤治外。《上何记载，扁鹊跟巫贤其实都是，就是巫贤是巫医啊，扁鹊是以前的名医啦、啊，就让他们来治疗你，大家都没没办法啦。白话翻译就是说，差不多没救了。那太子就很紧张啊，就说：“哎呦，诺，你你你你讲的也对哦，好像真的很严重。那请问一下，我已经病到这样，我我该我该怎么办？我该如何？那这？” 这个客人就说你：“你你现在的病啊，药食针灸针刺灸疗大概都没办法，没没这些效用了。现在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用药言妙道，遂而去之。药言妙道很精妙的言论来跟你讲，也就是俗称的讲插话，讲插话治疗你。那太子愿不愿意听呢、啊？然后太子就说：‘哎，言语治疗嘛，对不对？’这个。” 药还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对不对？只要听讲话治疗，那也还可以啊，还行啊。来，我来赶快讲给我听。所以，我我后面就没有再揭露了，就启发他等于说讲了七件事去启发太子，就是说这个要不要听音乐啊？要不要吃美食啊？要不要去观涛看那个瀑布啊？什么去田猎狩猎啊？这样子。我讲这一段，只是要跟他讲，跟大家说哈、哦，就是这个纵横家。 的言语治疗，纵横家是把他们的言语力是看的是很重要的。这样，你看七八这故事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好像说，好像说服君王，好像你其实什么力都不用出，你也不用打仗，你也不用耕田，你只是待在君王旁边，跟他讲这些，就是哦，耀眼妙道啊，或者是说古往今来啊什么，看起来没什么用，但他是呃可以阻止君王做傻事，他还可以，甚至还有这种治疗生理。 他他这个太子这个病，我看起来比较像是那种自律神经失调啊，就是晚上睡不好嘛，白天就呃听听声音也，听很很怕听到人的声音，声音很大这样，神经耗弱了，有点敏感。那确实，在我们现在，如果你这种比较身心科的疾病，那确实是可以有这种智商的治疗。所以他这个整个治疗的方式也不算有错啊。那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纵横家的影响哦，真的是。 很重要，在当时，OK，那这个是七发七发的里面一段，大家稍微看一下，就这就我们就不特别讲。那说服君王的纵横家的第五个方式呢，就是这个嘴炮，嘴不，其实前面都嘴炮，但我这边讲嘴炮是真正的在战场上用嘴炮，就跟我们这个鲁仲连第一位讲的这个有关哦。那为为什么为什么前面会是这个？ 田丹这个这个这个故事，大家小学应该读过，我只帮大家回忆一下。我记得我小学印象很深刻的有两课，一课是这个少康中兴。诶，大家讲讲少康中兴，你可能会想到少康战秦是什么？不是，他是那个应该是三代的那个少康啊，就是他国家被那个串被被被抢走了，然后他就是有田一层，有种一缕。 他带有三百人跟着他，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地，然后就在那边反攻复兴这样子。另外一刻就这个田丹复国，田丹复国跟鲁仲连那个事是同一件事，就是燕国占了聊城之后，就继续攻打这个齐国，然后齐国呢就剩下最后两个城池，一个叫莒城，一个叫即墨。 然后田丹就在即墨城这边，就是在那个烧那个牛尾啊，然后就弄火牛阵，就去攻击燕军，然后就收复了几个城池，这样田丹复国这样。为为什么小学印象最这两课最深刻？因为老师就会告诉我们说，这个各位同学，现在哈、哦，我们这个中华民国本来是秋海棠叶，现在还是秋海棠叶，但是我们被万恶共匪。 窃居大陆，所以我们现在跑到这个复兴基地。但是呢，我们要效法少康中心跟田单复国的精神。<laughs> 所以，以你说问我以前的课本到底选的这个这文章有没有问题？现在可能小朋友就不读这个啦。那确实以前就是我我们我我我,我调一下，他他这个过一下会通知一下。确实以前哈，我们这个。 嘿，是会读一些这种比较党国思维的课文呐、啊，然后就是提醒我们要反攻复国之重要这样子。OK，所以田丹复国是这样，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是田丹并没有复国，田丹有反击一次成功啦，有点像乌克兰跟俄国，对不对？就是他有他有什么什么夏季大反攻，有反攻一点点，但并没有整个复国完成。那真正复国是靠这一位。 就是这个鲁仲连大大，我们前面讲的先秦的这个第一纵横家，战国第一纵横家。那为什么？怎么说呢？这个是史记《史记》《史记》原文。他说这个齐国田单哦，他收复了嘛？哎，这个好像是呃，准备要复国，打到聊城，打了岁余，就打了一年多，还是打不下来，士卒多死。那 五周年就想说，OK，该我该我出手了。然后他就这个约之死于射程中，以燕将，他就写一封信绑在那个箭上，因为守城嘛，你也不能说哎，这个你的 Uber Eat 到了，对不对？把信送进去，他就派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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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绑信在箭上了，射给燕将。然后这个书，这个我就揭录了。 书信蛮长的，大意就是跟他说：“你这个现在现在会有问题哦，就是说你现在一直在那边守城，你已经不知道外面社会的变化，这样说之以理啊，威之以破之以事啊，动之以情啊。然后这个燕这个聊城的这个燕国这样看卢仲连的书，气三日，哭了三天，犹豫不能自觉，想要归燕，想要回到燕国，放已经有嫌疑了。他讲对，可能会被杀。” 降秦国又会被杀，就是所杀如鱼其身众，就是说我已经杀齐齐国那么多士兵了，我还敢投降吗？然后就长叹一口气，就说：“与人任我，您自任。”于是自杀。然后聊城就被攻下，因为守将自杀了嘛。你就想说，一个火牛阵的创造者，对的烟这个算齐国名将田丹，打聊城一年多打不下来，鲁仲连。 嘴炮力，嘴炮之前已经嘴炮过那个，然后现在又是还没有当面嘴炮，写信写个写个信去嘴炮，燕国就自杀，所以你就知道说他的这个纵横家的，就是他的那个强度，他的这种嘴炮的能力，真的是当时天下应该无人能比、啊，所以你也就知道说他跟田八讲，他不是乱讲对，他是真的做得到。OK，那后来很多诗人都在写。 鲁仲联，把它变成一个重要的典故。余信的诗就说：“愿得鲁连飞一剑，对不对？”然后袁浩文的是说：“世间东磨西涂手，枉着书生带鲁连。”就是啊，很多人讲讲话都不对啊。那只要有鲁仲连来，对，一言就可以一言九鼎嘛，一言就可以让这些乱源都可以闭嘴，这假新闻不要再有了。但是书生他指自己啊，就可惜我一个书生，等着鲁仲连。 却等不到这样子，OK。那这个大家可能也会讲到先秦，也会有一些想法。这些思想家，哦，庄子啊、孟子啊，他们跟纵横家的关系怎么样？那我要跟大家讲，其实这个很多纵横，应该是很多思想家，他平常也都在说服君王，所以他们也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纵横家了。 那当然，他们彼此之间口舌交锋，为了理念啊，为了呃，就谁能得君王的欢心啊，或者是说谁能那个，应该应该怎么讲？就是说，可能思想家是为了理念嘛，那纵横家是为了就是被君王重用嘛，留在君王身边嘛。那但思想家像孟子也到处，呃，孔子之后列国，孟子也到处见梁惠王啊，见齐宣王啊，他也是为了就是。 可以得到君王重用，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两种职业、这两种角色是蛮像的啦。那当然，他们彼此也会冲突，像这个惠施跟庄子。惠施跟庄子其实是好朋友啊，但是惠施在庄子，因为各位知道，我们现在惠施的著作好像只有《利物实事》，就十条他的诡辩术，那其他的内容大概都网易了，只能从庄子里面看到一些片语。但是呢，庄子呢，又是一本。 庄子或庄子后学写书嘛，所以在里面庄惠施当然就有点被丑化，我觉得这也是蛮无奈的啦。对你，你你你看也可以想象。那这个在这个应该是秋水篇哦、啊，这个他就有一个关于还有惠施跟庄子的这个故事。他说惠施在梁国当在在梁当这个宰相当相国，庄子来见他。 然后就有人，这个货不是庄子哦，这是应该是其他人他的侍从，他的左右就跟惠惠氏说：“庄子来欲代子相，对是要来当是要来取代你呀、啊，是要来当行政院长。”惠氏想说：“哎呦，这个这个，我我我我这个什么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啊，他来大人哥来就直接变行政院长，那那那我不是没得干了，对，就很紧张。” 然后就收于国中三日三三日三夜，就想在惠施在庄子见到那个那个梁梁梁王之前哦，先那个先把他找到，先把他抓了，还是不知道把他怎样了？反正就是要把他抓。然后惠子就没找到嘛，惠子呃、嗯、庄子就自己来见惠施，就说这个，哎我我你你你刚庄子讲话也是充满了寓意哦，他们这个是纵横家的特色，思想家纵横家的特色。 都不跟你直接讲，就说啊，你不你不要乱呐、啊，对不对？先跟你讲预言，就说诶，南方有只鸟叫做晚雏，晚雏是一只神鸟啊。那你知不知道？你说到这种鸟，这个晚雏啊，发于南海，要飞到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恋死不食，非礼泉不饮。它最顶的鸟嘛，对不对？神鸟，它一定要停在梧桐上，没有梧桐它就继续飞，没有恋死这种精致的果子它不吃。 没有这种很干净的泉水，它是不喝的。那有一只这个低号，就是也是低消嘛，都是那种怪怪夜行的鸟类啦，猫头鹰那种鸟，咬到一只腐鼠，然后晚出过之养的四只鹤。什么叫鹤？就是呃，就是吓它啦，就是说，哎，你是不是够抢老鼠？呜呜呜呜呜,呜，对吧？把它赶走。那。 你现在是不是要拿子之梁国贺我也？对，来来来吓我，来威吓我？这 <laughs> 我你觉得我想，你觉得我想要吗？这样子，所以这个，哎、欸，我我有一个影片，不过哎、欸，我不知道这边能不能看，怕说有这个政政政政治政治的这个问题，哎、欸，安全性有安全性出问题。 诶 o k 可能，可能，可能一时没法看呐、啊。那但但是大家就那个，我我我们我我我们我们就我们就先不我们就先不看了、啊。我大概重点就是说 <laughs>。 那个这个这个，但、这、哎、个，我忘了在几年前呢，三四年前吧。有人问我们的科，当时还是科市长的科批就说：“哎，会不会想到总统大卫议员在咨询？”然后科批就说：“凤凰不吃死老鼠，对不对？”所以不知道，不知道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是谁是凤凰呢？是中华民国台湾总统是死老鼠嘛，对不对？ 那李商有个诗说：“这个不知腐鼠成之为猜意晚锄竟未休啊。”这是，也是用这个典故。OK，那惠施跟庄子其实常常辩论来辩论去的，也蛮有趣。但因为我们上半集时间有限，我就是简单跟大家讲，这也是要有很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 会会会是跑去跟庄子说，这个魏王，魏王就是梁王啊，因为梁魏国的首都在大梁啊，所以魏魏惠王又称梁惠王。魏王啊，送我一个大葫芦的种子，我把它种出来，就是种了一个五担那么大的大葫芦，然后拿去省水江，太重举不起来，然后拿去当水瓢呢，又没有地方放，所以我就把它打碎。你说他跟庄子讲这干嘛？其实我觉得他有点炫耀啊，就是啊，魏王很爱我，很重爱我。 他他们送你葫芦哦，有哦，你小葫芦好可怜哦，只能当水壶。他送我一个超大的，我觉得他没用，就把它打烂掉。然后庄子就反呛他嘛，其实庄子这一段也很有名，的就是说你是不是不会用大的东西，你就会有一个那么大葫芦，你怎么会想要当水瓢？你怎么不想要直接把它当，有像浴缸那么大，当成一个船这样坐在上面，然后在五湖四海划来划去，对不对？你去担心它什么没有没有水没有水池可以舀？ 你这个真是大大就是小大材小用的，子之心有朋也夫，对,对，夫子有有朋之心也夫。你的你的心是不是塞稻草？哎、欸，其实这样庄子讲话也蛮呛，他很像我们现在讲那种，你是不是脑包啊？你是不是脑洞？脑子有洞，<laughs> 就是你的你的那个心是不是稻草做的？你是不会变通嘛？这样，庄子讲的这个。 我觉得你从文学上解读这是很浪漫，就是我一个大葫芦，哎，我只能当水瓢或水壶吗？我把切一半当成船，我不就可以在上面游吗？但是你现实来讲，其实我觉得你要开那个船，你要开到哪里去？你要开到台湾嘛？开到台湾你就早就被浪打翻了，所以也不现实啊。但是很浪漫，这就是庄子嘛，一个就是 dream maker，一个造梦者这样子。 OK，那另外一个思想家对纵横家的例子是这个墨子，墨子里面的这个故事，那也是跟楚王这个辩论。那这个这哎这一段辩论我觉得也很精彩，这也很有趣。就是当时楚王好像是要攻宋国，楚国很大，宋国那时候已经蛮小的。那墨子墨子的主张是非攻嘛？哎，很多人都以为他非攻是。 怎么讲？就也是嘴炮，但其实我要跟大家讲，不是他嘴炮力也不错，他也很会嘴，但他的那个他也是理工理工男，他也很会发明，所以他的那个守城车、守城兵器做的也很好。他是有战斗力又有嘴力的一个人，嘴钝力的人，他不是只是纸上谈兵的人。呃，他先去见楚王，然后就说：“哈，这个。” 我现我我我我认识一个人哦，他们家住高级住豪宅，然后他隔壁是这个呃这个哎不是不是这这边是那个文轩啊，就是说他他是他是坐那个高级的房车，然后隔壁是一个很烂的很破的车，然后他想要去偷隔壁那个烂车，然后呢他自己在穿锦绣，那隔壁隔壁家穿那种短和短和，就那种农人佃农穿的啦，那种稻草衣还很短这样，然后他要去偷他。 然后呢，他自己家是吃肉，然后隔壁在吃那个糟糠，就是没有没有没有打过那个米。然后他想去偷，那你觉得这个人是什么问题？然后这个楚王就说：“哎，自己有更好的，还要偷人家烂的？那他应该是窃己，就是偷窃病，就是偷上瘾对你各位知道，有的人是精神的问题，就家里不缺钱，可是我就想偷一下，对不对？又买的不偷，偷有爽快感。” 然后墨子就说：“你金金金就是楚国，楚国的就金楚之地，五千里哦。宋国之地啊，只有五百里。那是不是就像这个高级房车马萨拉蒂跟隔壁的那个，对不对？电动机车一样？你去偷那干嘛？那这个你你这样还要偷吗？然后我我终究有揭露了，就楚王就说：，嗯、呃，你讲的有道理，但是我我。” 对，等于说工程器这些都准备好了，我还请了那个鲁班来帮我就是做这个工，它里面叫工书盘，就是鲁班的、啊、木匠的始祖，帮我做这些云梯啊什么，为我造好了，所以我一定要取送。了。等于说，军备都已经花下去了，对不对？那你要你要我云梯干嘛？拿去灭火还是什么？以前也没有这种大楼，以前都平房啊，不用不用这个东西。那墨子就说：“好啊，那我来跟工书盘。” 会一会，那公输盘呢？就这个什么，他们就用这个皮带当橙子哦，用这个叠叠，就是那个有人说是鞋子啊，有人说是信使者的那个手，那个那个就是那个木牌当那个工程车，然后公输盘哦，就九九次九次呢放他工程车，放云梯车，然后墨子呢九次都用他的那个就是守城的那个器具去阻挡他。 是这这有点玩桌游的概念啊，就是那种有点下棋这样。然后公输班的那个工程车全部用完，但墨子的那个守城器都还没用完。然后公输班就说：“我我知道有一招可以赢你，但是我不讲。”然后公输那个墨子就说：“我也知道你要用哪一招这样。”然后楚王就说是哪一招，墨子就说：“哈，公输班就是说要把我杀了，因为他打打不赢我嘛，所以把我杀了我就没办法回去守城。但是你杀我哈。” 这个我的弟子哈、哦，三百人都已经拿着这个守城器哈、哦，在这个宋城上等待你。那你把我杀了，你打宋城还是打不下来。然后楚王就说啊，善哉，就是好也也罢了，也罢，我就不攻宋了。这样，所以我觉得墨子蛮厉害，就是说他跟前面纵横家都不太一样，他是真正有实物力的，他是可以就是真正可以守城守住这个城。 这这个是墨子公书这一篇里面的故事。OK，所以这个画成图就这样。我觉得纵横家这个故事也是很有趣啊。就是如果你选择当纵横家的话，你可能就是嘴遁力要很强，然后呢，你最好还是搭配一些实际的这种设计能力，对不对？就可以来守卫啦，这样子。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讲座的第二个角色，就是游侠。 我发现我们大概剩三十到四十分钟，时间也没有太长，对这个前面不纵横家比较有趣，因为纵横家形态很多。那游侠就比较单纯，游侠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有点像八加九这样，就是这个前面出现的这一张这样子。游侠回头必有缘由，对，不是报恩就是报仇，大概就是快意恩仇的形象。 那讲到这个，我们历史上最有名的游侠，对，因为那个《史记》有一篇叫《游侠列传》，也有一篇叫《刺客列传》，所以这两个基本上算是不同的职业。但是呢，即便不同的职业，我认为我阅读的自己的发现，哈、哦，我觉得荆轲这个人就在《史记》荆轲的形象，他其实是早年是游侠，后来变成刺客的一个人。那怎么说呢？对不对？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史记·刺客列传》。 他说：“荆轲者，这个魏人也好其先乃齐人，他本来祖先是齐人啊，後,后来搬到魏国，然后魏魏国位置庆庆亲，就是他也叫荆卿或叫庆亲，然后到了后来又到燕国，燕国就叫荆卿。那这个荆卿好读书习剑，然后以诉说魏元君，但魏元君不用他，所以他就这个等于说这个魏。” 魏魏国就也被秦国的附属了，然后荆轲在邯郸，当年曾经在邯郸与这个游就是游历的时候，他就他也到处游荡嘛，所以游下去就是到到处，哎，我会击剑哦，对不对？就是到处拿着兵器在在路上走啊，看到人就跟你那个，他看到一个这个鲁勾践就跟荆轲搏搏，就是赌博啦，就说哎，我们赌博争道，对不对？就是哎，这个这个这个也是现在八家九常有的行为，就那种。 三道猴子的一生，对不对？就说哦，我要比你快，我看看我们谁谁比较快，谁谁这、那个那个骑车谁比较快。然后鲁勾践就那个嘛，就是说你跟我争三小，对不对？就是怒而斥之，骂脏话，荆轲黑而逃去。就是他其实算是游侠里面那种比较粗辣一点、比较主宰一点，对不对？就是一一一骂他，一凶他，就是、说。 救狼来啊，对不对？然后他就跑了的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他年轻的时候呃学击剑啊，跟人家赌博啊、插赌啊，然后抢争道啊、竞速啊，其实这个然后啊一一就是一看到人家比较比较强、比较壮，马上跑，马上骑车就跑，这个确实是很呃游侠的行为了这样子，但是也是怎么讲，就是说。 他如果是一个世人、读书人，你要他去刺秦王，我觉得可能他也做不到。所以干这种大事，一定也是需要非常人。那后来在这个到了燕国，哦，也是做一些这种流氓的行径。他到燕国之后、哦，哈，就很喜欢燕国的一个叫狗屠。为什么叫狗屠？应该就杀狗的嘛？你说杀狗干嘛？就是卖狗肉的。对，这个在以前应该是很很常见。虽然你可能会说。 你怎么可以吃旺旺？对不对？但是以前还没有这么毛小、啊，以前其实以前人也养狗啦，但是当然有野狗，他们应该是也会吃狗肉，然后跟这个善吉族的高丽剑一起，所以他很喜欢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各位可以注意一下，对不对？都是不至少不是世人呐、啊，不是贵族啦，贩夫走卒啦、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有个成语说什么“仗义每出屠狗辈”，对不对？就是用这个嘛。那荆轲也很爱喝酒。 日与狗徒跟高渐离隐于烟市，久酣以久酣以往，高渐离击足，今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以而相泣，旁若无人。我们现在常说：“哎、欸，你旁若无人、欸！呢？你这些标仔旁若无人、欸！呢？半夜在那边消音器拔掉，在那边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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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这样飙车过去，差差不多啦。荆轲在，<laughs> 呃，还没去刺秦的时候，就在干这些事，对不对？就是。 喝酒发酒疯，然后唱歌，大大吵大闹这样子。然后后来当然就是这个燕国有一个叫田光的一个隐士呢，就是觉得说，哎、欸，这个不错，虽然看起来很像游侠，很像家酒，但是他非庸人，他不是一般人。然后呢，他就后来那个那个，然中间还有一些事啊。如果大家大荆轲故事，我预期大家都知道，我就没有特别多讲。他就是那个嘛，就是樊于期是秦国的叛将。 然后他就就是要献上樊於其的头跟督抗之地，就是燕国两个土壤最肥沃的地方的地图，要给献给秦王这样子，然后用这个当一个陷阱来刺秦。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有一个关键，就是说很多人讲荆轲刺秦可能不会特别谈到的，就是说，其实这件事哈、啊，荆轲刺秦。 但你说会成功，也有机会成功。但成功能不能阻止秦灭六国？我觉得也不一定啊，因为真的就是秦国已经越来越强嘛。那诶、欸，搞不好历史改写。那如果秦没有灭灭六国，中国就是没有统一。那你就可以想象，现在可能还是有点像欧洲那样子，各国都在这个中原的土地上这样。那荆轲刺秦，我觉得关键的是秦武阳。 很多人都知知道秦舞阳只是一个没用的人，但就是在在旁边没用耍废。但是我觉得他不只是耍废，他其实有点是这这次这一次行动，这次那种刺杀行动失败的关键，在前面在前端作业的时候就发现，他说秦秦舞阳是一个少年就杀过人的人啊，所以其实这个这这这这也没少年就游侠就杀人就是冲动嘛。 那你说他这样子多多厉害，好好找找一个那种死刑犯、通缉犯来，好好像也没什么没什么鸟用这样。然后呢，关键在这边，就是说他说这个这个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未自省，请之未发，太子此之，以其改悔，然后乃赴约说啊。 自己进也，亲亲，岂有意哉？然后单先先前秦舞阳这样子，那个荆轲还在等一个朋友，他可能本来秦舞阳是副官嘛，那可能三个人组队，搞不好那个人是可以什么拖延时间啊，还是什么？反正呢，他就一直在等啊，那,那个人还没来。然后燕太子丹也是在那边有点，呃，就是催催促他啦，让他这个一时也急，就是说这个。 金金金科，金庆，你是不是这天色已经晚了？你是不是不敢去？对，你是不是孬了？那这样啦，我派秦舞阳先去啊。然后荆轲怒，就刺太子，就骂太子，就说：“何太子之前往而不凡的素子也，对不对？这个还还还还,还要你吹吗？我现在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而仆，所以留着待无客与俱。金太子辞之，请请辞绝矣。这样就是说。” 啊，你你这样你这样吹，我就想等我这个人一起来，我们这样生存几率比较高。那你这样吹，我们就去吧。所以你说跟好像跟秦武阳无关，但是因为有秦武阳这个角色，有点急到荆轲。<laughs> 如果没有秦武阳，他自己来筹备，对不对？自己自己找副官，可能可以找好一点，可能三人组队，那 OK 啊。反正荆轲就因为仓促出发了，然后出发真的到了，秦武阳就废掉了，对不对？你看他们的那个队形。 荆轲拿着这个樊於期的头，秦舞阳拿着这个督抗之地的这个地图，那所以你就知道匕首藏在地图里嘛，对不对？图穷匕现这个成语大家都知道。所以本来设定应该是说，荆轲分散秦王注意力，然后秦舞阳下手，这样。没想到到那个阶梯前，秦舞阳就色变，然后群臣就觉得很奇怪，然后荆轲就说：“啊，他这个未尝见天子啊，这样他是。” 蛮夷的鄙人啊，这样子，然后就换他来弄然后就刺青失败，对不对？这个这个就很很很惨的叙述，这个、大家都知道。而且《史记》这一段写的也非常知名，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我们通常说他写的好，是说他后面全用短句，对不对？秦王经自引而起，嗅嗅觉，拔剑，剑长超其是失荒极，剑尖不可立拔，也就是形用这种短句去形容那种。 轻剑快就是、说：“哎，我袖子被压住，然后把袖子扯断，然后拔剑，但剑又拔不出来，然后再绕绕柱而走，这样子什么？对，就是那种很很很紧张的气势，好像呃那个史记像亲眼所见一样，这样子。OK。然后后来就是那个下午且拿药箱去丢荆轲嘛，然后给秦王争取一些时间，然后就把剑拔出来，这样子。OK。那所以后来。 很多评论家都在咏叹荆轲啊，像左思的这个诗，就说这个，呃，这个荆轲饮烟士，是酒酣气一振，哀歌贺剑里，未若旁无人。我们把《史记》的改一次这样子。然后这个陶渊明也写过，这个燕丹善养士自在，志在报强嬴。嬴就是迎战嘛，报报就是刺刺杀秦国。召集百夫两岁目得金亲。 然后君子死知己，君子为君为知己而死，所以他提剑出燕京，对，歇这样壮阔啦。然后这个心之去不归啊，且有后世名。我知道我一去就不回来，但是我可以名声有，永传于后世。那可惜哦，这个图穷事至此，好主政阵营，这个图穷匕现在把这个。 那个那个强秦的这个嬴政给吓到，西在剑术数奇功睡不成。可惜剑术太差。但是其实你你看荆轲那个，他并不是剑术的问题，他是后来那个，我觉得算是技术的问题，投掷技术的问题。荆轲被脚被砍断之后呢，他还拿匕首要敌秦王，要射的那个秦王，他也不中，射到铜柱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他有练那个。 射箭，他在这也没想到最后要用射的，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能成功几率本来就不高了，对，那但是有有机会，有有过机会这样子，所以历史呢，名家都很感叹。OK，那这个怎么讲？就是历代的这个游侠呢，这个事迹也是很多啦，就是像这个汉代这个相逢戏。 就是汉代的家酒猴子争道，我前面不是讲荆轲跟人家争道嘛？那你可能想说，诶，古人都骑马是怎么争道？其实也没有，古代有马车啊。那马车什么争道？各位各位可以看一下。但这种，这个这个其实我这个家酒是有点乱讲，这应该算是汉代两个贵族少年，但是也确实是那种就是不学无术。大家知道这个富富不过三代嘛？有时候富家子弟。 生活太优渥，总是会比较就是不会不会，等于说就是个性会变得比较乖僻一点这样子。那他说这个“相逢狭路间，道爱不容车”，我们两台车在这个狭路相逢啦、啊，然后不知何年少，甲骨问君家。你你可能是我们现在狭路相逢就仇人相见，他其实是在说那个汉代长安哦，他有很多这种狭巷是只能给一辆车通行。 那两部车都要走，那这个时候那个鼓，这个鼓就是车轴凸出来那个地方，车骨跟车骨就交错在一起啊。那我们现在通常会车纠纷哦，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遇过？那尽量是不要啦，就是能能就是转进巷子前先看看有没有车。但如果说真的到了，就是啊看看看看,看谁比较近嘛、啊，谁就退一下。那你如果说比较流氓一点。 拿球棒出来，对不对？人家要退，那可能没办法。这是现代八加九，9, 现在流氓的作风。那古代呢？汉代呢？他们是问一下，哎，你你你,你是都尉，你家里是哪里？对不对？就是看看你家是怎样啦。古文的君可以指你，也可以指我，就以说，哎，那、啊、请请问一下你家哪里？就是说，哦，你问我家，是不是？我家很容易知道，一知父难忘。 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你看到那个黄金黄金的门，哈，白玉的堂，那就我家，对不对？然后呢，堂上至尊酒，坐死邯郸场。每天堂上都放着美酒，然后呢，有邯郸来的这个歌女，哈，在这边歌舞升平。中庭种了一个桂树，华灯和黄花每天都点灯啊。你看小说，这没事，我每天开灯。古代的蜡烛本身就蛮贵的，所以你说能？ 就是点灯啊，日夜点灯啊，那那可能是很不容易。然后兄弟两三人，我哥哥哈、哦，两三个哥哥，中子为四郎，二哥是这个四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汉汉朝官员休假是五天休一天，他们叫做休沐，就给你洗澡的。所以五日五天他会回家一次，道上自生光。这个就想说。 也没那么夸张，只是四郎而已，只在朝廷任任官呢、啊。黄金落码头，官者迎道旁，就哇来看他，来看我二哥的，这样子塞满那个道路边，这样。然后进我家的时候我往左看，你会看到的双鸳鸯不是双鸳鸯，不是两只鸳鸯，是一对鸳鸯，对双双对对的鸳鸯。那鸳鸯几只？鸳鸯七十二只，三十六对罗列自成行。然后还听到那个鹤在东西向，呃。 我后后面还有啦，基本上就炫富嘛，炫富完就知道说，哎、欸，知道我家在哪哈，还敢问呐、啊，还不自己退啊？对不对？就是这种耍耍流氓嘛。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汉代对富贵的想象。我们现在富贵可能是说，哦，呃，君家臣一枝，对不对？一枝富难忘。那个仁爱路二段什么洪盛地堡里，对，就是讲出那个建案名啊，豪宅啊。那他这个可能就是，哦、呃。 我家用什么装置？然后我家这个可以点蜡烛，我家种桂树。然后兄弟是谁？做什么的？呃，爸爸是什么黑道大二、呃、大哥，在当地委，对不对？讲讲讲讲，你就会怕了。那而且呢，你看他养鸳鸯，他养鹤，这个都不是经济，都不是经济的那个牲畜嘛，不是猪啊。我我家要养鸡哦，我家要养猪哦，就想说又,又怎样？正常农民都有啊，对不对？那我是养这种。 就是观赏性的这样，所以你就知道我家的那个财富了、啊，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游侠，但我是大家可能看了不一定会想当游侠，但是你可以体会一下这种游侠的生活。那到唐唐朝其实没什么那个游侠，但他们常常会想象这种汉代的这些游侠。暴躁是刘宋人啊，从六朝到唐朝，他们大概就会去。 描写这个游侠的这个行为，就是充马金络头，锦带配吴钩，吴钩也是吴国的宝剑啊。诗意杯酒间，白刃起乡愁，对不对？一跟你酒酣耳热，然后那个起口角，马上把你砍砍砍你一刀。然后追兵但至，复剑远行，有一有人来追，我就拿剑我就跑了，我就变通气犯呵呵。你就想说。 这样这样的人有需要歌颂他吗？对不对？这个就是因为诗嘛，诗本来就是各种的情境都可以想象美化一下。而、啊、唐朝就就比较稍微好一点，李白有另一首《少年行》，是说什么“十步杀一人，啊千里不留行”啊，对,不对，也也是有啦，讲他们作奸犯科这边。那他这个是比较讲他的这种风花雪月的生活。五零年少金世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对，哎、欸，呃，这个去踏花，去这个落花，去春游，然后玩完了啊，去这个金钱豹，天上人间，来去酒店一下，对，这差差不多跟现在的家酒也不会差太多。然后王维的这个，他说这个咸丰美酒斗十千，一斗就要十千。 就是很很高级，就一时间就是一万块嘛，一万块一斗的酒。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这样就是，哎、欸，他们是为意气喝酒，不是不是想喝才喝，不是有目的喝，就是哎、欸，你叫他拼酒这样子。然后这个就是都是这种贵族少年，叫這,这个这个，呃。 看起来也不错啦，对不对？有钱的小小朋友嘛，那种什么什么玛莎拉蒂二少什么的，对不对？就是当然我，我我不是，我们也不要仇富，就说贵族人家一定是小孩教不好，什么，那这确实就是贵族人家的小孩，他又叛逆的话，他是可能会干出这种大事来，对,不對，就是酒后杀人啊，还是什么的，是是是有这可能。当然，他们也自己过的是很快意人生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有好有坏也不错，对不对？当然我们好好好的可以学，坏的就不用学了。那第三个角色圣人，<laughs> 圣人可能也不是你要当就能当的。对我我所以我也放在三了，就给大家补充一下。那到时候也就做个舆论这样子。那我这边圣人，当然我们想第一位圣人就是孔子啊。但其实孔子，大家我我不知道大家对孔子的生平了不了解？孔子是。 周游列国之前，在鲁国当过最大官就是司寇啊，但也其实没当几年就去职，所以他是一个很有政治理念，但是一直找不到政治实践场所的一个人。所以他就是周游列国来到郑国的时候，他跟弟子失散，然后他就自己站在那个东郭的那个城门边。 然后证人就有人去跟子贡说：“哎，东郭有一个人哦，长得有点像尧，然后有点像这个滔陶，然后肩膀有点像子产，那但是累累若丧家之狗，这样子，就是看起来很像圣人，长得也像圣人，啊，其实本身也是圣人啊，对，但是精神很萎靡，啊，好像丧家之犬，好像那种狗流浪狗一样，然后。” 子贡以死告孔子，就说：“哎、欸，老师，不好意思，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就是郑国人说你很像流浪狗，通常应该是不会那个啦，通常应该是不会告诉老师啊。但是就是孔子也是，我觉得孔子蛮大度的，EQ 蛮高，也蛮幽默的，他就欣然笑也，他就一般就说啊，你说说什么？说我什么？” 你才流浪狗，你全家都流浪狗。对，孔子就说形状未也啊，所以我像圣人不像啦。但说上家之狗啊，然哉然哉，真的是流浪狗一只，就离开鲁国嘛，找不到地方实践抱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三个职业，诶、哎，这个纵横家，我我我我我可能选的机会最高。那这个这个什么？ 呃，游侠就不一定，生命比较就是呃比较风险比较高。那圣人应该是最不会选，因为真的压力太大。那孔子他们有一次也是周游列国，碰到这两个长居结逆这两个耕田的人，然后孔子以为是把就说这是隐士啊，隐者。哎、欸，讲到隐士，我先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期哈，这个。 穿越古代当古人的中国古典文学里的角色与呃人生哈、哦，第二期呢我们就要介绍隐视。隐视也是一个在古代很多人选，但是很应该说很吊诡的一个角色，因为很多人隐视呢，很多人去当隐视，不是真的想隐居，他们是想要在政局上更上一层楼，或者是被注意到，所以我们。 有个词叫“终南捷径”，就因为终南山都是给人家修道隐居的地方，但是呢，你要在官场好好干，不不容易。你这个什么去终南山隐居，反而是升官的捷径。所以后来有这种我们讲那种仕途顺遂，就是说：“哎，找到终南捷径这样。”这个这个很吊诡啊，对不对？升官发财，请走他路，对不对？就是升官发财。 照说就跟隐居无关啦，但是偏偏就是隐居就可以升官发财这样。OK，那隐士也很不喜欢孔子，因为孔子很入世嘛。然后这个子路就说啊，这隐、個、士啊，你要尊敬一点、啊，去问一下问景问他们港口在哪里，就是问有点问路啦，就说我们要渡河，他们找不到港口。然后长居就说那个。 开在坐坐在车上的谁啊？为彼执语者为谁？你在驾车嘛？那你帮谁开车？子路就说：“啊，孔丘，你认识吗？我们这个孔老夫子。”然后就说：“是不是鲁国的孔丘啊？”然后子路就说：“哎、欸，对。”然后他那个长居简你就说：“哎、欸，不用不用问路啊，是知心者，他自己知道路啊，还问我们？他是其实来酸呐、啊，就是说他不就是有一个政治理想嘛？那我们隐士就我们觉得天下没救了嘛？那他既然觉得…… 有政治理想，他是知经者，对他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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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去吧，对不对？所以那个问经啊，知经啊，这个也变成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文学典故，《桃花源记》有一个就说什么“南阳刘子骥也想去找桃花源，后来找不到啊，遂无问经者，就没人再去找了，这样子。OK，所以这个我觉得圣人不好当啦，然后再加上这、那个。 像我们前面讲墨子，墨子也喷儒家，对,不对。不过这个跟大家补充一下就好，这个是讲孔子他们惨菜绝粮之后十天没饭吃，然后孔子呢弄了一个，然后子路拿来一个那个祭祀用的响豚啊，祭祀用的猪肉。孔子不问这个肉哪里来，孔子平常最重视治理作乐，对不对？应该很重视礼教。哎、呃，这个有一个这个祭祀的猪肉啊，你不要跟我讲啦，我我不知道，赶快猪猪脚先刻一刻，然后呢，他们学生拿衣服去。 典当去换酒，然后孔子也不问酒哪里来就喝。然后后来鲁哀公把孔子找回来，孔子开始假掰起来，就说：“哎呀，你这个椅子，椅子不是正的，我不坐。然后，哥不正不食肉，肉要切的方正我才要吃，对不对？那个在那个时候，哇，鸡腿来就吃，猪脚来就吃。然后子路就疑惑，就问老师说：‘哎，老师你怎么跟成菜相反？那个时候好像比较随便，现在怎么又开始这样子？’ 对礼数很要求，孔子就说：“来，吾与汝来，我跟你讲，囊与汝为狗生，金与汝为狗义啊。那个时候我们只求生啊现在我们生存危机解除，我们可以讲仁义了。”墨子就这样狂骂、啊，就说：“饥约不忘，不辞忘取以活身；，饮饱则委心自适。饿的时候啊随便吃，对不对？先活下来，然后吃饱了开始。” 假掰的伪行以自私，就说我装模作样啊，我我要怎样，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对不对？这个矫情嘛，对不对？其实，不过我觉得墨子这个也是怎么讲，也是有点不通情理啦。你说大家很饿的时候，就那种大大灾难的时候，被困的时候，你能跟正常一样吗？我觉得也是不容易。那你让他在这种非正常状态。 然后做一些非正常的事，其实我我我真觉得也无可厚非啊。你说我们平常守礼教嘛，尊师重道嘛。这大地震，大家被困了，老师在那边，但是我我我有我有一杯水，你们你们不来抢吗？对我我觉得这个是啊、呃，就是不是人之常情啊，只能这样讲。OK，那这个是这个呃儒儒家儒家被喷的这个十度哈。OK。 我哎，我们正正好，我们大概，呃，我刚看中，差不多还有快快要一小时五十分，这样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然后顺便为下次来预告一下。总之呢，我们三个角色哈、哦，其实这个你肯说，哎，我都不想选，呵呵我想当现在就好。我这、就、个是可能我是。 呃，读书人，我当文人就好，我当作家就好，我当这个什么，呃，这个在在公司上班，社畜就好，对不对？但是呢，古古代没社，其实也不能说古代没社畜，纵横家也算是在帮君王服务嘛，对不对？有点像顾问啊、幕僚，这样也算是社畜。那圣人呢，应该算是到处找工作，还在投履历中的学生状态的人，就是你你那个嘛，希望得到重用嘛。 那游侠就是真的是比较不被社会收编的一群人啊，那我倒觉得说，与其说是这些职业、这些角色，我觉得他也是一种不同的心态跟不同人生选择。那你是要用你的三寸不烂之舌在嘴上那个什么，就是决胜负呢？嘴遁决胜负呢？还是你跟人家硬碰硬，对不对？白刃起相愁，刀直接拔出来。 还是你就是一个希望立志改变、做一些改变的有理想的人，还对社会怀抱的理想，像孔子、像墨子这样的，有一个壮壮阔理念的一个想法的人。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不同的人生选择。刚讲到三寸不烂之舌，我想到一个人，就是苏秦，这个典故就从那边出来。哎、欸，还是苏秦还是张仪？我现在在忘了，就是也是知名的纵横家了。 好，好像好像被被被人家被人家打一顿嘛，然后他这个这个也是史记写的啦，这有有时候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然后他太太问他说：“哎、啊，被打成这样，你你还你还要到处游说嘛，还要当纵横家嘛？”然后他就把嘴张开就说：“你看看我无舌尚在否？”然后太太就说：“啊，舌头还在啊。”然后他就说：“啊，足矣呀，哦，够了，我有三寸不烂之舌就够，整个人被打残了。” 我只要一张嘴，我就可以活下去。这个跟我们现在老师也是有点像，这个纵横家游说学生。不过我们，你说我们要不要游说学生也是要啦。如果有时候学生不受教的话，那但是更重要应该就是说，呃，劝他们勸勸勸嘛，劝劝劝善惩恶嘛。但是我现在老师也不能惩罚了，但劝善啊，只能劝善，就是说。 各位同学要有仁爱之心，对不对？这个不要太高调，然后不要这个去到处跟人家这个旁若无人，要多想想人家，要看看环境，阅读空气，这样子。OK，这个这个是这个这个纵纵横家、游侠跟圣人。我们今天的介绍的三个职业，那我们下集预告就是我们有美人、影视还有。 明码，呃，明码就是因为这个，这个，这个要这要回到我那个第一个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的那个打 game 闯关玩古文啊、哦，不是那个嘛，就是选择角色嘛，选择角色之后，通常就我讲的捏脸嘛，捏完脸之后就选择职业，选择职业之后呢，通常你就会啊进入游戏，有的是进入游戏以后，有的是在游戏之前就会选择装备，你要用短剑。 还是长剑，还是那种野野蛮，通常用一个那种钝器，大大斧头，对不对？就是每个人的装备不一样。然后你的坐骑是什么？你是骑马呢，还是骑驴呢？还是那种那种那种？如果大家有玩一个游戏叫《萨尔达传奇》，它可以自己坐车车嘛，自己自己组装成那种平板车啊，还是那种二轮车、四轮车这样？就你是你是要，你是要。 做什么载具？那所以我们的角色也不止，应该说也不只是真的人呐、啊，也包含一个他的装备，还有他的这个坐骑这样子。那当然，不同的马，不同的那个，它也是一种坐骑。像有一匹马，我这个是预告，下期预告啊，但是也可以稍微先跟大家，先给大家看一下，跟让大家这个想象一下，然后下个月也可以期待一下这个卢贝。 哎，欸、对，刘备有一匹马叫的卢。那我看有些人整理三国四大名马，赤兔马、爪黄飞电啊，什么绝影啊，的卢会把的卢整理进去。但的卢其实是，这叫怎么讲？就是说，它不像赤兔马或爪黄飞电，它不是一匹马的名字，它只是一种马的特征。 就是这个，是我看那个相马经。我那个时候为了要写这个、写这个专栏、写这个书哈，写这个名马这一部分，有对历代的这种马，因为你你看那个很多马，其实我们前面讲那个鲁仲连，他也说什么要什么飞兔妖狸嘛，那个那个、两种也是名马，什么奇迹华流，就一堆这种名马的名字。那看看现在也看不到了，血汗宝马这样，的卢不是一匹马，的卢是一种马的类型。 那我看象马金草，就是说它的毛白白的，然后长到嘴，从嘴边这样，那种马叫迪卢啊，所以很多人有点会错意，以为说啊，他这匹马是名马什么？那像马金他们那个古人是认为哈、哦，长这种毛色特征的马是凶马。<laughs> 这个大家如果看那个冷淡熊 YouTube，其实也会演到这个，就是说、啊，我那迪卢给以骑骑，然后那个他属下就知道说，哎呦，要害死我，对不对？ 传说就是骑这个马，骑这種马的这个人会被主人会被这个马克是大凶的征兆，这样。所以刘备其实算是一个，我觉得算是蛮不信邪的人、欸、那后来狄路确实也救了他，这样。那至于这个故事，我们就下次再说啦，因为我们这一期时间差不多啦，也也也差不多到哦，就是这个，这个三国四大名马，其实这个狄路，他的狄路画的也不太对。 对，<laughs> 然后这个这个就是理解错误，就它不是一匹马的名字，它是一种马，一种大凶之马这样。但大凶之马有时候也可能会救你，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他也他也给我蛮多启发，就是因为我我一定要挑千里马，对不对？我一定要挑那种名车，结果你不会开啊，对,对，那凡是那种就是。 看起来是驽马，但是他在关键时候他可以救你一命，这样。OK，那也就请大家期待下一期，好不好？我们这个呃，穿越古代，穿越古代当古人之一，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一期《穿越古代当古人二》，就是呃。 中国古典文学里的这个角色与他们的这个人生，那继续在我们这个道凡分馆十一月的时候会上线，那就请大家再继续的参与喽。那今天的讲座呢，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